相声演员风格不同，每一个演员呢都有自己的艺术特点，都得有点区别。方才张潘刘全淼啊往这儿这么一站呢，您听着就这么轻松，就这么愉快，对，小鲜肉，嗯，我们呢就差一点了。哎，怎么办呢？啊，好好说，慢慢说，您慢慢听着，对，换换耳音，另一种风格。嗯，大家常听相声呢，有对我们熟悉的，有不了解的，那咱们介绍介绍。哎，我身边这位，我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相声演员哟，世界驰名啊，真的，您可以说是个国际巨星。哎呀，你叫什么呀？我的国际巨星，我没接到通知啊。这还等通知，都认识你，但是你的名字我有点恍惚。您是叫这个马什么马凤英？不对，这肯定不对。对，你愣蒙他能对了吗？啊，你姓什么？我姓栾呢。还姓着栾呢？这有半截改的吗？不是，我就说您姓这个栾。姓栾，好姓。嗯，好姓。这姓还有好坏吗？哎，我爱听这个字啊。哦，那您是工长栾呢还是立早栾呢？不是，你认识字吗？怎么了？那工长念张，立早也念张啊。您是哪个张啊？工长张啊。哦，小张啊。我还姓张。这个、张先生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姓栾。你不说姓张吗？不是，你往沟里带我呀。外姓吧。百家姓里有你吗？我在里边呢吧。赵钱孙栾。赵钱孙李。周吴郑栾，周吴郑王啊，冯陈楚栾，别楚了，再楚趴下了。你在哪儿呢？有你，你这剧叫什么呀？宁求栾豹，瞎编的。我多大能耐，我能编百家姓儿？哪有这么一句？你随便弄四个字搁这儿了，谁？宁求栾豹？有啊，有这。我小时候我可背过。你不能背过。我也背过，不光那窦晨光背过，我也背过，知道吗？那玩意儿随便背啊。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朱秦尤许，阖闾施张，孔曹严化，金卫陶姜，姬妾邹玉，白齿窦张，云舒韩葛，西万冯郎，鲁威昌马，苗文花方，渔人袁柳，风暴史唐。你是哪句来了？宁求栾豹啊。有，冤枉人家了。嘿，我一直拿着当那个俄罗斯人呢，你看就很，我也像有这句，宁求栾豹。是，您就姓宁求栾豹。好，我还俄罗斯人。嗯，我四个字的姓是吧？那您是？我是宁求栾豹里边那个豹。哦，小豹。他就是小豹。我姓栾先生。我姓栾。你自己讲出来的。我可有点不高兴了。知道你姓栾，叫栾云平是你吗？是我呀。郭德纲先生的得意门生。我一好老师。我对你这个艺名啊不太了解。是吧？原名我熟啊。原名也姓栾呢，俩字。对呀、啊、原名俩字。对，叫什么？我说说了啊，公布。栾伯，你听多好啊！好，栾伯一听这名字就是有钱人，怎么听出来的？栾伯基尼吗？栾伯基尼，好，这包不好。那车叫兰博基尼，我叫栾伯。别嚷嚷，别嚷嚷，我看你马上要猝死那感觉，别，不要激动。怎么了你这是？我这介绍介绍，让大家加深印象。你通过咱们反复的这么介绍，这么抹腕，大伙儿都记住了。哎，下回再见着你就知道你叫马凤英了。白费劲，白费劲，怎么回事？白费劲。栾云平，就是你。我要提我母亲。你母亲叫马凤英啊？是吗？是。那我哪知道，反正就是说你吧，咱不提别人。嗯，他的相声说得最好了。您又夸我了。在我们德云社来讲啊，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呵，相声四门功课，说学逗唱，人家站一听，对，是吧？所以说呢，不是这么多年呢。你等会儿，等会儿，我终于有机会。别扒拉了，别扒拉了。我怎么？我跟人老师说说，说学逗唱。对，我站一听，我这个。我这附加科是怎么着？你比人多一门，不是您那意思。我那我在那圈外边呢，啊，还啊？你以为呢？各位亲爱的朋友都知道，就他往这一站，借身大褂是吧？老拿桌子挡着半截，但是我们最忠实的一个听众。您经常听相声，您还有个马高凳短，上班出差的时候，他我一回头就看见他，你这玩意儿，十来多年能把我烦死。你瞧。对不对？不是，说学逗唱我也能来呀、啊。
能来吗？啊，说学逗唱归纳总结这四门功课啊，你都能来吗？是啊，能说吗？能说呀，还爱说，半天我这说半天了，听不出来吗？绕口令你能说吗？绕口令才不能说，我也太废物了。你说一个我听听。那吃葡萄皮儿啊。完了，你听半句过过瘾得了。我让你说绕口令，你说谜语干嘛呀？这里有谜语吗？吃葡萄皮儿，这不是谜语吗？是猜的什么？葡萄干儿啊。没多大能耐，没什么能耐。哎，同志，说相声说绕口令，我告诉你啊，从很小时候就得练。先生，各种绕口令说三天，你来喷痰啃吐馍，学过喷痰啃吐馍吗？学了，我这不刚学会的吗？哎，绕口令，地理图、听过吗？听过。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肠。嗯，听过吗？听过。得练。知道。要不就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县、沙城、宝安、下火源，每天都得练。你呀，甭鼓掌，甭鼓。说相声的说是基础，这不都说这个吗？都说。咱这词儿都一样。那就对了，不许瞎改，愿意改您写新的去。该说的得说，该唱的再唱。哎，乱改可不成。我就爱听唱，爱听唱你活该呀。怎么叫活该呀？这没有唱你爱听那怎么办呢？那社会进步了，加唱啊。加唱？哎，唱两句啊。谁呀？你。我不给你唱。为什么？好，我这个嗓子你还不知道吗？嗯，我这个嗓子据科学家给我鉴定啊，能够摧毁这里。想听唱吗？想啊。想听唱我不唱。嗯，今儿你还来巧了。什么意思？我闺蜜来了。你说相思赋予谁？怎么都喊的什么呀？他们我认识姐。那是您是这个活王吧？不是，我不是那活大魔王吧？哎，这大不要那疤了，魔王，魔王。哎，找我什么事儿？不是，他说你能唱。对呀、哎，我这一唱出来，大家肯定都会唱。不可能这么大群众基础。嗯，能吗？音乐，还有音乐呢。涛声依旧。我弹个八音的。桃叶尖上尖，绿叶遮满了天，再起为这个名啊公，细听我来言呐、啊，此事哎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蓝靛厂火气儿有一个宋老三，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个女儿婵娟呐，小妞儿年长一十六啊，娶了个乳名儿，姑娘叫大莲。还是好好好好，这闺蜜我交定了。唱多好，人这几度夕阳红唱的，说实在的，他跟一般人。您撂下，您撂下，别这指挥了，这是夕阳红吗？这我都听过，不是宋老三吗？那个，人这也不对啊，这叫什么呀？大清水河。你当我们真不知道呢？这能不知道？探清水河，谁也唱不过他。那是，也没人唱啊。对呀、啊，是吧？这是他的代表杰作，嗯，是不是啊？是。但是我有点个人看法啊，嗯，你这个唱出来啊比较单调，你给他充实充实，换换乐器，改改风格。大伙儿这不就更欢迎吗？换什么乐器啊？拿快板伴奏探清水河，朋友们您都没听过吗？没有。你看今儿来着了。不是什么意思？借这机会别开生面啊，今儿下午三点以前我还不知道这消息呢。在这儿我给您唱一回天津快板探清水河，您欢迎不欢迎？
天津快板，你改这个探清水河。你们俩别闲着啊、嗯！您都听张云雷唱，您没看他舞台上打过板？来着了，这叫不虚此行啊！张云雷打板伴奏，栾云平，你不是什么也不会吗？对啊，你呀、啊，你负责这个乐队这过门。行行，这我会，不就噔噔吗？哎，这噔噔啊！我就噔噔完了，噔噔，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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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打快板，对，我噔。天津快板不是拉网小调，没问题。那行，拉网小调难为我了。对对，然后你唱是吧？这不礼貌，放什么我给大伙唱天津快板。行，来吧，探清水河。哎，你看你。刚我还看这没有板儿，这能好听吗？我咱试试，这板儿试试啊！一会儿你给我签上字，我这不用来。尺寸稍微慢一点。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里个儿噔个儿里个儿噔个儿里个儿噔。这事儿处在哪儿啊？京西蓝靛厂，蓝靛厂啊，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俺提起了宋老三呐、啊，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没有儿啊，生了个女残卷，长到16岁，这才有小名儿，起了个小名儿，后边得叫大连。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儿地个儿噔。噔个里个噔个里个噔，大连长得俊呐，大连倍儿好看，街坊邻居全都夸这大连牌尖。哦，大连嘛都会啊，写字儿、画画、炒菜、做饭，又描龙啊，又绣凤，他还会摊鸡蛋。我爱长到了18岁啊，大连的更好看。街坊邻居全都来，去把亲来提呀、啊，他一个都不见。哦，我们可不结婚呐、啊。哟，结婚可有条件，他抽烟喝酒会烫头，他最好是于谦啊。这高峰老师表演真的非常的好，非常有功底。那他这个艺术成就和语言的节奏和魅力到这种程度，那不是包袱来衡量。听到大家笑声这么热烈，我是一句笑不出来，我替他俩担心。碰到的不是魔王，是阎王呀。我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两个，他们已经完全的没有晋级和不晋级的压力，而是在听着老师说相声的时候一直在说，哎，你看这地方，哎，好，两个人，对对对对，这两个人这个状态让我看到了相声新人的那种冲劲儿和那种爱学习的那种状态。所以今天如果没有继续往下走这场比赛，你们的收获我看到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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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哈，观察得这么仔细。因为都是德云社的，云雷是不是德云社唱的最好的？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啊，你说张云雷是不是唱的最好的，我只能告诉你不是。哎，德云社能唱的很多，甚至说就现在后台有一个穿着很烂的一个西装的叫孟鹤堂的，那个家伙也能唱。